家好，我是阿庞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食人岛生存 The Cannibals Island。 开始了。好，我们先读一下指示。OK， 首先感谢您的下载本地图，以下有几点请注意：一、是否阅读地图包中的注意事项，有难度是否非和平，难度非和平有是否关闭 TMI NEI， 我从来都没有 install 过，如果没问题就请往右边的房间。正式开始游戏，若有错误请重新压缩地图。对，下一个房间。是故事情节。你是一位探险家，为了寻找到失落的文明，参加了旅行团，目的地是恐怖的食人岛。但是很不幸的，在前往食人岛的班机遇到了乱流，你们被迫绞机。更不幸的是，你的降落伞坏了。等你醒来后，发现你在树上。怪兽帮你缓冲了落下的力量。你没有大碍，不过和同伴走失了。好，下一个房间。我再去吧。难度选择是选难度，简单、正常人、普通、战神、困难、作弊狗。那我们先。中间吧，难度普通。开始游戏。我在卡。哦，死了，说完了。抱歉。先收回去吧，先。我们来阅读什么？食人岛导览手册。食人岛导览手册。入岛规则：不要破坏岛上建筑，不要破坏岛上生快船和封印。努力活下去吧，自由生存。推荐材质：预设。入岛目标：收集名产装备。打败在山腰，哇！下面看不到，等下，继续。九岛攻略：一，河的右岸有三座羽蛇神神庙，
依大小来分配，小的会掉基本矿物，中的会掉稀有矿物，大的则是羽蛇神套装。河的二河的左岸有危险的部落，请小心。三，食人族是善于交易的民族，请善加利用。有这些，我继续。有点卡，所以我先退出游戏再经过。我们回来了。拿着两把剑去。这个算是我们的家了，就开地图。先参观他们的家吧。家是，腐肉来做前那个叫什么？叫做货币，这里的货币 ，OK， 这个卖剑的，这个是卖药水，上街卖了吗？这是换腐肉了，哎操！我们上去这里看看。先回去吧。是砍木吧？这些放回去。好，这是更加好。后面的暗的，不要过去那边是。那边是什么？一大片叶子。还可以进去。那等过后坐船再过去。砍点树木，这可吧？回去。
的木棍木棒，然后做斧头，可以继续。大棵这个树，我们先放这个上去烧先。还有什么呢？先去找一些小树木砍了。哎，我去了。可以做一艘船，对，收回去。好了，这个拿出来。哎，做个火把出来。我们去那个叫什么山洞吧。哎，那只猪跟牛在上面要吗 ？OK。我们在这里点个灯。我们先下水看一下有什么暗的，多慢哦，怎么行不通啊？听人家说是可以用火把来拿空气的耶。哦，闪啊！时间。全部变僵尸了。哦。拿呢？哎。我都身上的东西没掉。拿回来了。危险！哎，我们先回去了，太危险了。今天呢，我就实况到这里了。假如好看的话，like and share 哦。